妍希近年来将演艺重心转往大陆发展，而且发展得相当成功。她在2016年和大陆男星陈晓结婚，婚后迎来一个宝贝儿子小星星的诞生。她过去在社群平台分享孩子照片时，通常都会遮住孩子的脸。不过最近她罕见公开儿子的露脸照，她在微博透露假期期间带着孩子和朋友一起去露营，并晒出多张美丽的大自然景观以及欢乐的大合照。其中一张她和6岁儿子的合照成为大批网友关注的焦点。只见陈妍希身穿黑色系的休闲服装，脸蛋和身材都非常逆龄，站在一旁的儿子身高已经暴风抽高，而且脸蛋非常帅气。不少粉丝觉得儿子长得好像爸爸陈晓，将来长大一定也像爸爸一样是一个大帅哥啊。